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刘德华。世界我唱情歌又从头再一遍，如情浓有点泪流冷悲面，音阶起跌拍子改变，年月变动，如意动摇嚼碎，这你用不着。从头再一遍，如情浓有点泪流。我跟你讲价格，他跟我商量过，他是在坑你。是每张脸，麻烦你把这个还给你太太。如今我四十看从前，我不否认我喜欢过你。可是我跟你都有太多的故事，我们在一起一定会有事。你不需要管别人怎么说、当然要管。当人家在你背后指指点点的时候，你就会有压力。我不是第一次跟有妇之夫在一起，我很清楚。所以你就叫那个小演员在下面等你。我答应跟他结婚，跟他在一起我没有压力。贺太太身体不方便，可是在你最失意的时候，她还是奔波劳碌全力地支持你。她才是最爱你的女人，我面对她我真的好惭愧。贺太太跟我说，她在你心目中只是排第二位。难道你不觉得内疚？我怎么？你不要再找我。也许在圣诞前，我会寄张卡片给你。贝贝。牙膏碎，颁奖的晚宴 ，fans 太疯癫。来听我唱段情歌，一曲歌词太经典，我的真。哎呀，sorry，没关系，你心情真的好好啊。那是，我的心愿又向前迈进了一小步。什么心愿？重见光明啊！外国有人在研究干细胞抑制失眠，又有人在研究人工电子眼。嘿，八字还没一撇呢，不过先存够钱是没错。庄Sir啊，在你想象中的我是什么样的？苏珊警长那种。苏珊警长？哪个苏珊警长啊？西酒泛黑。哎，跳得好多了。是你带的好。这个礼拜六有没有空？怎么样？有没有空？有。用心把这情绪歌声中渲染，唱情歌齐齐来一遍，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，来唱情歌又从头再一遍，如情浓有点泪流冷悲。从头再一遍，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，音阶起跌拍子改变，每首歌是每张脸。如今我四十